深层睡眠，它没有副作用，也不会造成依赖。那我们睡醒觉，第二天就能精神奕奕地继续工作的了。面试、面谈、演讲、决策，以及面对。
哋已经到达终点站，请离开而保持冷静，迎接每一个难关咧。This is between 上元。我们已经到达终点。我都会好紧张嘅。我哋已经到达终点站，请离开车厢。拜拜。This is the terminal. Please alight here. 上元。我们已经到达终点站，请离开车厢。再见。我哋已经到达终点站，请离开车厢。拜拜。This is the terminal. Please alight here. 上元。我们已。请离开车厢。The terminal.离开车厢，再见。